教会你怎么样去注册、下载、安装 MT4 中国期货。我们注册完之后呢，点下载中心，这里就是 MT4 中国期货电脑版，点击下载，然后安装。安装完之后呢，再点 MT4 期货这里，然后这里会有一个账户和密码，我们把账户和密码输入进去，我们就可以用 MT4 查看中国期货行情了。其实用 MT4 做中国期货呀，主要是用来做编程。 MT4 是用 C++ 进行编程的，它比较高速、高效、稳定。还有就是 MT4 看中国期货呢，它的单子啊不是打到 MT4 服务器上面去，它是实时的桥接到你的期货公司那里，所以不要担心它是一个什么杀猪盘、什么一个韭菜盘。很多朋友在我的视频里去留言说你这个是杀猪盘，骗人的。不是的啊， MT4 主要是用来看行情和下单，它通过一个插件实时的桥接到你的期货公司上面去啊，所以说这个安全性啊毋庸置疑啊。如果你不会编程的话，你可以抓紧预约找我为你编程，实现你自己的自动化程序。本人是18年的编程，一定可以帮助到你。